你们是不是觉得到渔村了就要吃海鲜？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吃海鲜，昨天晚上刚吃了海鲜，今天不想吃了，吃够了。你看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？刚才忘记给你们拍了。我们点了一个韭菜炒蛋，也什么都放辣椒，还有一个青椒炒肉丝，然后还有一个炒四季豆。我叫他清炒四季豆，他竟然调料放了这么多下去，还有一个海蛎豆腐汤。这就是怎么办？他保证吃饱了怎么办？我赶快不得了。啊？微信收款三十，这就是最美渔村了。这示意图，他们这航拍出来更漂亮，我们拍的没这么好看。其实现在海鲜啊，不像以前样了。以前觉得哎呀吃海鲜菜，现在海鲜都吃得够够的，不爱吃，吃够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也是，好几碗都是海鲜，五六碗，也是吃得很够，不想吃。所以我们今天就点了一个海蛎豆腐汤。然后一会儿开车去阿牛老家去看一下。我记得我以前视频也拍过阿牛的老家，在梅阳，大家知道吗？在梅阳，去梅阳去转一圈的呀，去梅阳转一下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我去年视频应该也拍过。刚好今天带我们回去，等一下一起去梅阳去转一转。哟，阿牛，我们到梅阳了，到你老家来了哟。这个就是别墅，这个梅阳别墅啊，梅畔雅居，民宿、烧烤、海鲜、家常菜。好友常相聚，家人常相伴。梅阳山庄，看到没有？梅阳山庄，你们进去看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！里面是住宿的地方，民宿。没看到有厕所啊？应该有啊，问他们一下，肯定有厕所啊。那上面肯定没有啊，那是人家住的地方啊。没有，我问一下。
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我们现在来到海边啦，我们准备下海游泳。好多年没下海游泳了，那一次的视频还是去波多黎各时候，我记得我去拍过下海游泳的视频。好久没来了，今天看看也没地方下海，看看也没人游泳。如果有人游泳，我们就下海；如果没人游泳就算了。我都穿着游泳衣在里面，有备而来了已经。现在才五点多一点，太阳还很大。太早了，要六点。我姐，还有两个老太太。哦，那边都有地方坐，我先坐那边玩一玩。哎呦，过不去了，你们上得去吗？从这里上去，你们上得去吗？上不去的，上不去，你们要从那边去绕。上不去吗？我们上得去，他们上不去了。我这估计上得去了。啊？上不去了。这么多沙怎么爬？来呀，我帮你拉上来。给你们看一下。上来了嘛，我婆婆都上来了。我还没地上的地呢，感觉那都爬不上了。我拉你一把来，推一片，推一片就上来了。推一片就上来了。哇，风很大。蒲公英，你看这海在哪里？这都是滩涂啊！哎，住人山呀！哎呀，这个不能游泳啊！有没有搞错啊？穿着游泳衣啊？这个地方估计，你之前来这个地方吗？就是这里。沙滩游的，我们来的就这里。有人沙滩了，没人偷偷。这不是游泳的地方啊！这里不能游泳啊！我的个妈呀！哎呀，白来了！赶海的地方啊。对哦，怎么是这样的嘞？你海水的。上好来两个了。上好来两个，靠近你嘞。太阳照的。好。给我也照一张来。嗯。我这真的很，这景很漂亮哈。不不不，就这两个好看。就这两个好看，这不对不对，再往中间一点，旁边蒲公英，蒲公英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嗯，再过来，这里跑跑走开，再过来，照不到它，照不到它，嗯，我找个什么造型的，哎妈，你干边的嘞，哦 ，OK。给我会飞走的不？啊，这沙真的很细啊。嗯，都不扎脚哈。嗯，这时候这个沙一点都不扎脚，很好。坐坐可以吧？坐坐不好，坐坐照不到那个。要不然我蹲下来，你先站住吧，先站住，我给你拍两张看一下。那你等一个到了。怎么拍呢？这个。可以。啊？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个。你两个手撑开一下，不能啊，因为刚好两棵大树嘛。不能，不能不能，拉肚子。好，你再坐下来，你要坐下来吗？很脏啊。可以的。啊？可以不可以的？你要坐下来，我就蹲下来坐。背转背转过去，背对着我。背对着你。嗯。不是，转过来，再转过去，屁股对着我啊、嗯。好。手不是这样的，手摊开。不是，往两边撑地板，撑大一点。
哎，好，再，现在看不清楚，太远了。我不要，我这是在照。公婆乐也在照我啊。嗯。哎呀。这么恶心的拖小尿片。游泳衣白穿了，居然不能游。我里面穿着游泳衣来的。我应该要。在从这吗？